拿小车。哦，不拉了，不拉了，开车。不拉了，你还是坐好，坐好咱走呢。不是，干啥不拉呀？不是，我得不得挂档吗？我这个手。你之前你上车你都拉我手，你之前能挂上，怎么现在挂不上档了？不是，之前不是之前吗？现在不是现在吗？情况不一样了。啊，你这个话。情况不一样了，现在。你以前这手摸着方向盘，这手摸着我的手，说：“哎呀，这男人呢，有个自己喜欢的车，左手吧，右手转着喜欢的媳妇儿，哎，人生完美了。”现在呢，车还依旧喜欢，女人不喜欢了呗？你净说那话，你喜欢也喜欢，那让我说说，咋的？摸腿你也不让，你去掉了。你以前这还摸得还手啊、哎、别搓坏了，你拉不拉？不拉不拉，今天我就不拉，能怎的？我就想和老师开车。行，回家呀，我吃饭去了。你干啥呀？喂，你干什么？你干什么？走吧，你就这么开吧。我怎么开？有病啊！怎么的？这不方便拉手，一会儿说不方便抱。开吧。我怎么开车啊？你就这么开呗，你有分，你扣。你这让别人看到的，这算啥呀？坐环的开呀、啊？你应该开心的，人家哇塞！你想好了，就这么开是不？嗯，这么开。想好了是不？我躺下了。不开车，你躺下干嘛？啊！行了，我下车。